家好，这里是君元义。最近呢，很荣幸受到邀请，参加了一次业内圣诞红品种的展览和研讨会。来参加的有我所知道全球最大的圣诞红培育基地 Selecta 的生产经理，还有从墨西哥特意赶过来，来自 Syngenta 的新品种研发人员。那还有来自 Dumon Orange 的工作人员。行内的人都知道这几家是非常有名的 breeder， 我们目前市场上的花卉品种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们。圣诞红在北美的种植规模是非常大的，这个季节的花卉温室几乎满棚都是圣诞红。那它的花期呢，高度管控啊，还有病虫害管理也都是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农场主们也都很重视它。这次展会几乎展示了目前全球所有市场上的圣诞红品种。那这些新品种有的是通过 GE， 有的是通过杂交或者是嫁接，还有的呢是通过一些人工干预让它自然变种。很多花型和颜色我也是第一次见。昨天呢，我将拍的图片整理了一下，马上就到圣诞节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哪个品种是你最中意的呢？话不多说，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吧。Brilliant white. This is pretty common. Super brand new glitter.Red soap.